我想要去找伊，但是我不知道伊在哪里。我想伊挂住去，我哪知啦？啊，伊拄着这样激动，可能心情无好，出去行行，互家己冷静落来啦。回小冷静一下嘛好啦。总会一顿，请伊马上过来叫。 我无希望做出对不起阮女朋友的代志。你敢真是一个安尼啊专情的查甫人生？我的情我一定着做较高。我就欢喜，有人的真心是真个，尤其是你。咱大家看的战斗战要正式开始，大家开始辛苦，准备开战。大家手表放起来，唔准看时间，唔准无时间。绝对的保密。第二关节。 中央小委，我希望以后咱煞会，会用发出这个阮爷的口号，就是小委。我相信正文在你的经营之下，一定会真成功。我听到有一天，我会当跟你合作做跨国的代理生意。正文本来都是为你开的，无你都无正文，安那。 商场甲商场是共款的，拢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啦。靠的是本事甲实力，有本事的人当然去配啊。你就是一定要甲我抢钱的狠心，把身过的海，搁骗本事咯。好，我先倒来防背到底。除了袂当互你爱情以外，再讲再说，我是尽全力你支持你，我对会起你，我对会起我家己的良心。真正是我变强。 我自家心甘情，也毋过，若是有一天你甲我讲，讲我去输予彭玉山，我毋若不好，我阁会怨恨你一世啦。静贤就是伤过重情重义啊，所以才会到今仔日，决定要离开静文啊。彭玉山，你要听虚情假意？静贤今仔日都是你的背后塞弄的，林素兰。 其实你甲我，拢是属于共一款的查某人，所有的这款条件，造成咱两个好强的个性，敢若介意尔，无介意思。啊，不过偏偏最后的胜利者，只会敢有一个。我对这段感情期待遐尔久，付出遐尔多，失去证。 我袂唔甘，不过我当时失去正言，我绝对唔甘愿，我绝对无可能接受这个事实。彭玉山，做你来了，我为着正言，什么不知手大的代志，我拢做会出来，你等来看。 英辉，你哪来？哦，了解。啊，你敢知影老文创办公桌啊伫倒位啊？我知影。爸，阿伯，英辉，你嘛来哦。方便，这是拄则才定案，咱下一步的宣传计划书。无恁讲啦，我先来陪文创食便当。小囡仔，啊？ 咱若好通送便当来叫阿贤啊啦！哦，迈克，我甲大强甲恁做伙来啦。无定着这份哦，哦一批的宣传计划书，我根本就免看，我就会当甲恁做伙离开啊。甲阮做伙离开哦？啊是啥物意思啦？啊，到早起的时阵啦，洪明伫咧安慰总的，想袂到总会竟然发脾气，讲要甲洪明开除啦。啊，即马总裁，当咧向总的争取甲洪明留落来。 喂，阿爸，阿、啊、你是无听着哦啦！哎呦，你未来的媳妇就得要互开除啊啦！咱赶紧哦，做伙去问清楚，看是啥物状况啦！咱对一边啊嘛，好通讲些好话咧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别来用互我媳妇叫人开除啦！无咱赶紧来去哦，问清楚，替阮媳妇讨些公道咧啦。
啊，办恁总的吼，敢真是要开除洪明志啊？因为吼，伊未来的大官树根呐，听到这个消息了后吼，是气甲要死呢。对啊，我当然嘛足生气啊！啊，伊是欺负我，毋捌做过头家哦，啊，叫伊出来当面甲我解释一下，到我这个媳妇到底是倒一点做了无好，啊，谁人要甲开除啊？树根姐，你放心啦，啊，阮总的出去，我嘛还袂有机会甲伊好好参详。总裁，你甲总的讲的时阵，万免伤过勉强。 非得见面就要骂人啊！我先走这几工哦，无差啦。哎呦，我的好媳妇啊！你太遐戆啦！啊，你若即马去互开除，那是领无前三费嘞，那毋是了大？啊，热吼，嘛死热点点，等下领薪水，伊敢才够走啊！爸，阮会甲阮总的好好讲啦。洪明伊无一定会互死头路啊。无，我先来送便当啦。啊，若无死到，我若拄着伊哦，吼，我若脾气加起来，恐惊我都控制哦。哎，时光阿太啊！ 啊，你踮遮，豆豆甲因讲，我先来送便当啊，连咪我踮车底等你啊。好啦，我来去啊。哎呀，希望树根哦，莫破咧咱设的这个局则好啦。妹妹，真紧拄答案。希望这一切拢是误会。也毋过，阮爸爸因若真正做出出卖正文的代志，我头一个要原谅。 大家遐尔熟，我就唔免自我介绍啦。我即摆是张代表的司令秘书啦，甲恁代事哦无任何的关系啦。诶，我甲伊赶出去代事，恁硬要甲伊留咧身躯边，你就是咧甲我作对。我阿你马上甲伊辞头咯，另外我请别人。李总裁啊，你即摆是咧讲啥？恁代事的秘书我无权插手，我请一个司令的秘书，恁代事应该嘛是无权插手才对啊。 而且以后代理权阁有足侪代志要处理的，我的专权交予周秘书处理，伊就是代表我，啊，希望恁双方会当合作愉快。对，你看伊哦，欢喜到袂晓讲话，这就表示哦，真好的开始啦。哦，啊，你上好啊，啊，你我就放心啊啦。 既然周秘书即马是张代表的人，啊，恁阮代事一定会尽全力甲你配合的。恭喜啊！恭喜你拄红开除尔，才尔紧就去找着头路啊！哼，你应该恭喜的人是你啊！你尻川上咩？这李总裁名称遐尔大顶，你敢困得惯死啊？张代表。 你若歹甲你身躯边只狗搞搞，我搞你后面乱吠哦！你若歹看我歹搞，无看出人啊！李总裁啊，我想起来还佫有一点，我要甲你讲清楚的。你要甲刘志勇当作狗，我是无意见的。啊，不过就佫无共款，伊本来是我的司令秘书，嘛是我的好朋友。所以以后伊讲甚物话，你无佮意听，你就甲我讲，我会佮伊参详一下。 请伊以后讲话较注意一下。对个，你着开除啊，我尽量啦。啊，不过我住德国遐尔久哦，待遇哦，有当时阵袂认同啦。啥物时阵会出差哦，我毋敢保证的。Hello，Happy 便当。Happy 便当。李总裁啊，啊真多谢你对阮Happy便当的照顾。啊，我感觉哦，毋但要甲你Thank you，佮要甲你买你Match。 但我是做大生意的人啦，收恁这种艰苦人一嘴饭吃哦，算是做好代啦。为着要表示阮对你的感谢啦吼，今仔日吼，阮有准备 special 要给你啦，包你食了吼，会买你 happy 啦。打便当上来啦，大家休困吃饭，啉酒精啦。 你拍电话的代志，你搁真敖暗藏啊？我到今仔日才知影啦。你甲边仔塞在我的办公室，我有代志要问你。喂，阿太啊，这验票，爸咪是要找我算账的，啊，今次嘛是要安怎才好啊？我是真想要跟你斗三工的。
也毋过这是恁的家内事，我也无方便插嘴啦。你讲你嘛对啦，我嘛歹势甲你为难咧。无，我家己来解释啦。还是讲哦，我若喊救命，你定爱来救我。安啦安啦，我该出现的时阵，我一定会出现啦。哦，安尼我就放心啊啦。阿姐便当，我关起来。啊，进去进去。哎哎哎哎，这有两个便当啊，赶紧提过来啦！来，慢慢啊，好顾哈，互恁食到健健是上好啦。这哦，都是下一波的宣传计划书啦。小蛋，他这里定的商业机密吼，计是赶快做公道的，走开点。没问题，我马上开支票给你。杨彪啊，我就知影讲哦，你做人像阿三哩。我那拢白做啦，公仔。这明明讲这是下一波宣传计划书啊，变哪会你啦？你免阁假呀啦！你若小心讲要摕种无利的天书来骗我的10万块啊，哈？别搞啦！英雄剑。这是阮家内事，我惊讲会牵连到你，你先出去外口等我一下，好啊。安怎？希望今仔日这个史白秀吼，会合恁大家的口味啦。真体皮哦。原来是你是甲政府串通唔好，变来欺骗我行行员。你妈手紧，那不是因为你这样逼逼。想要偷袂正门的资料，什么人会当给你设计？拄只我徛在门口口的时候，我阁希望讲哦，你可能是一时的糊涂，你的良心发现，赶紧来回头。你甲恁爸讲话嘛？你为怎要安怎做？你即马马上还我一个交代。哎呀，着阁问啊，当然嘛是为了钱啊。搭技术歹啦，去用掠包啊啦。你即马一仙钱嘛免少，想要摕啊？为着钱来出卖正文啦！你是我娶的人呢，你若安尼做，就等于我咧出卖正文呢。你无想看卖，我伫咧你上路片的时候，我甲你收你，我招你来卖便当呢。你是安尼咧报答我哦？安尼无甲你当年为着要保护家己，你杀死阿土同款。老阿太，你莫看做遐尼济啦！你就是讲。我对你去卖便当，对我来讲都是天大的恩情啊！我问你啦，卖一个便当会当赚偌济钱？敢会当好嘢？哈？我对你去卖便当，迄对我来讲，迄是阻碍我的前途，你知影无？佫较安怎讲啊？我林秋瑾哦，较早嘛是台视当当的董事长啦。我若对你去卖便当，我无叫你过一过艰苦的日子啦。是嘛？我有趁钱的机会啊！我唔是爱好阿爸啊！我安尼做敢有啥物唔对？你妈手紧啊！你若是无才调，正正当当趁钱过生活，你就莫大声咧怨天怨地啦！规工在咧想空想方报仇啦！规世人捡角无救啦！规世人捡角是你，无救人嘛是你！你就是讲正义对你去卖面东，都正义有出团？我呸！黑皮面冻，我跟你讲啦，自从我穿着这件黑皮衫了吼，我无一件黑皮过啦，你知影无？你知无啦？对啦，黑皮冻吼，可能袂当讲大富大贵啦，但是恁爸每一工哦，心安理得啦，我买你黑皮啦，那是这个道理哦。你
这款人，我规世人拢无可能通了解啦。我将你走路漏风放屎袂通啦，后悔无期啦！你真个走路漏风啦！你真个漏风啦！做代志啊！但我即卖卖便当的机会拢无啊！你是不是会当安排一个头路给我？当你连卖便当都无人要提啊！像你这种无良心的卡车，还笑想讲要来我台城上班？你当作我台城是游民收容所是？该赶出去！无啦，有听到无？阮总裁已经下命令咧赶人啊！你若唔出去哦，我就全部客气啊！这是阮老阿母带的，你下骹手人先甲边啊！总裁，我实在感觉真可笑。我伫这先替阮爸爸向你道个谢嘞，各位，谢嘞。大哥，你无需要出钱，不管你究竟做甚物歹代志，拢甲你无关嘞。对啊，卡叔讲老爸做唔对代志，后生都爱负责。那恁总裁早就转去食家己啊，哪有可能做咱的总裁啦？啊对啦，认真讲起来吼，拢是我唔好啦。我无应该收留迄个林树金啦，这只鸟鼠啦，安尼吼，因就袂来甲恁正文这个布袋加加破啦。这边，你无需要辞职啦，你嘛是好心收留林树金，就算代志搁重来一遍，你赶快收留林树金，赶快来会一个重新改过的机会。啊，若无咱就参像赶快变作恶一个。阿贤呐，也是你较会晓想北长较宽啦，若无吼。你嘛袂肯答应收留文聪啦，给伊一个机会安尼。对啦，啊，你行政人讲要开除黄明志个代志，即摆是有解决啦无啦？我拄则去过伊个办公室，伊还袂转来。黄明志，你着安心继续做，等总会转来，我会找机会甲伊好好参详。我想应该无代志。小姐，你伫美国所发生的代志，甲你即摆处境，我拢已经知影。那安尼，本总裁应该知影我今日来找你的目的啦。我相信你嘛无愿意看到正文变成别人的，对无？只要你肯亲身来甲我拜托，我当然愿意将正文买落来，替你解决问题。不过，本总裁。我即摆想法有淡薄仔改变啦，我是想要拜托你将钱借予我，我同款会摕正文来做抵押，毋是袂予你，因为我希望会当继续做正文的头家。你即摆讲啥？你想要继续做正文的头家？邢小姐，是安怎你就无法度将正贤放予袂记？即摆情势无同款啦，你已经毋是啥物千金大小姐，我请问你。你是凭啥甲玉山来竞争？我会用奉劝你一句话，你要提出壮士断腕的决心，就好参像是你的手中毒同款。你若无甲斩掉，那恁迄毒气会流过你规身躯，到时阵你就无救啊！我是一个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的人，我甘愿让我家己的血透死。我嘛无愿意抱着失去正贤的遗憾过日子。话搁讲倒转来，这是我个人的代志，无需要彭总裁来替我烦恼。我即嘛想要知影的是，你敢肯甲钱借予我？邢小姐，不管你是要借，还是要卖，对我来讲无什么差别。
条件拢同款，只要你肯带我入去参观我的房间，咱出来以后，所有的条件还佫有介绍，拢真好参详。而且我嘛能答应你，伫玉山下班倒转来之前，予你来离开，无人会知影你今仔日捌来过这个所在，嘛无人会知影今仔日伫遮捌发生过甚物款的代志。你那着强人所难，利用这个机会来欺负我。你讲的无唔对，我是咧利用机会，但是我并唔是咧欺负你，就敢若做生意同款，爱双方面欢喜甘愿才会用的。假使讲你若无愿意，我嘛袂甲你勉强。你即马就用离开啊！你即马是把我当作买卖商品，也是抵押品。邢小姐，咱伫咧看一件代志的时阵。有真侪角度，嘛有真侪款的讲法，会用讲甲真有道理，嘛会用讲甲真歹听。杨小姐，你是安怎唔看作是我咧替你解决问题？安尼咱合作起来会较爽快。本总裁，是安怎你到即马还唔肯对我死心？我若肯答应，第二顶面来台湾讲代理权的时阵，我都已经答应啊。因为头一摆我无成功，也毋过我并袂感觉遗憾。因为要做一个你的人，上重要的就是要有耐心。就敢若一只狐狸，伫个猎物的洞口，伊用十几点钟拢袂振动，也阁有蜘蛛。伊用几啊点钟的时间将网啊牵好，阁刷落去，就是等待。因为蜘蛛知影猎物的家己送上门。我即马嘛同款，我并无着急，我会用慢慢啊等。邢小姐，即马我先入去我的房间等你，你家己慢慢啊考虑，看你是要入去我的房间，还是要行出这个大门，拢是你家己所做的决定，无人会勉强你，嘛无人逼你。各位，什么代志要找我讲？喂，入来。哎，啊下班啊，大家搁唔走？总裁，老文聪讲有代志要找你啦。啊，我本来叫伊明仔载才讲，伊讲伊可能无法度等到明仔载。什么代志？怎么做你讲？是总裁，我想讲我明仔载莫来上班啊啦。为什么咯？我不是当大家面讲啊正清楚，你无需要事情。老文聪，你安尼让小可刺激一下，就歹做啊！回去是要安向恁爸爸妈妈，也搁应费交代。文哥们，总裁，恁莫见怪啦。啊，我知影恁的好意，也毋过我想讲，因为我的代志，啊害廖经理去予总会开除，我心肝内足袂得过啊。啊，我咧烦恼讲，这刷来毋知啥物人，啊搁因为我的代志去予害着咧。啊，所以。所以你就无需要烦恼。我嘛绝对无可能这么简单，就廖经理离开公司。总会心情歹，就使性地，这也不是头一遍啊。过去就煞，大家莫放伫个心肝头。而且我处理代志，一向是公私分明。若是总会因为私人的因素，坚持要你离开，我这个做总裁就对你做伙离开。我安尼保证，你是不是会当较心安？是，总裁。那呢，我就当放心啊，回来处理啦。啊！我的爸爸、甲妈妈，还佫有燕飞，都袂为我的代志来烦恼啊！总裁，歹势，甲你添麻烦啊！阿文聪，好好做。是，总裁。文哥们，何秘书，再见。总裁，我嘛要来走啊！我要去补习，啊，不过下班之前，我要提醒你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？银行看有闲，你一定要去找批局哦。总裁，我招你做伙下班，是想要请你陪我回去，甲本总裁参详收购进门的代志。不过，歹势，买卖进门是投资者的代志，
应该交行所人甲彭总裁去参详就好。我无适合表达任何意见。彼得，等下我顺续送你去补习班。好啊。不过，再见。 想不到行硕兰哦，会主动甲你联络。哎，安尼就真有可能哦，会甲迄个彭平哦，超无好势咧。彭平哦，伊是一个老好人啦，哪有可能遐尔好讲话啊？这行硕兰绝对算袂赢伊个啦。这摆咱大事哦，若是用成功收购正本，安尼咱就免看伊个第二张个面相。到时阵才一脚甲踢转去德国，咱敢若靠代理司令巴蒂哦，都吃袂完啊！ 看来安怎讲才过来决定啊！哈哈哈！总诶，咱真久无见面了哦。李先生，你够真有本事啊！我才去一撮美国回来安尼啊，头一站听到的消息，就是你关运亨通已经归位遮个副总裁啊，恭喜你哦！行总诶啊！ 这是因为阮这边这位李总裁啊，比恁那边迄位李总裁较会晓用人，嘛加较有眼光啦。干嘛呢？那是安尼，我嘛希望恁这位李总裁运气会比阮的李总裁较好。袂好，甲其他人雄雄加一嘴啦。算啦，我对正贤的不满哦，我会找一个时间甲你解释，将我满腹的委屈的讲予你知影，安尼你就可怜我。好啊啦。 啊，他一个苏林的文化，你都莫阁讲啦。我想兴总的吼，伊嘛无兴趣知啦。因为苏兰伊都拍算讲要放弃正文啦。苏兰啊，姐姐啦，咱吼嘛算是老朋友啊啦。啊，他互相斗相共是朋友之道。你有啥物困难，做你讲出来，我一定会听你的啦。既然李总裁直接问，我嘛唔惊直接讲啦。无唔对。 我这就来找你，是想要找你参详政务委办的代志，唔知影你有兴趣无？我若是无兴趣，那也陪阮总裁伫遮等候你的代驾光临啦。啊，这人生趣味的所在，就是伫咧遮啦。这一分钟咧，唔知后一分钟要发生什么代志啦。啊，今仔日咧，唔知明仔载要发生什么代志啦。 啊，进前约啊，家的两大死对头的头家咧，嘿，这么拢坐伫咧遮，咧讲袂袂啦。我想要听到的，是实实在在的介绍。哎，若是讲乌白话，给再过来抬价吼，安尼就无意思啊啦。苏兰啊，啊，我咧讲，你应该是听有啦吼。一句话，五亿新台币。 林总啊，啊你即摆安尼，敢是有生意要甲阮做生理啊？你即摆开这个计销，是毋是你的计算机歹去，你算唔对去啊？刘先生，我只问你，你是凭倒一点认为我开的计销无合理啊？安尼，你开个分评的就是这个计销？无唔对。诶，啊，若计销合理，为啥分评会买？安尼吼，哼，就当证明讲这计销确实是。 你哪会想恁都唔对啊啦？唔是本平唔肯买，是我唔肯买伊啦。嗯，啊是啥物原因？啥物原因你唔免问，我嘛袂讲。既然这个介绍你袂用接受，那恁无必要紧，我即马就来走。好。今日阿三哩，我就阿三哩。啊，且唔是菜市啊，咱嘛免一千五哩，甲介绍换来换去。 五亿都五亿，我无意见。啊是查某人较有气魄啦，李总裁，多谢你这么阿捌会，嘛这么阿水气。总裁，我认为这个计销咱有需要搁考虑一下。只要素兰已经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就绝对愿意付这个计销。就是将司令巴黎的代理权，甲正文所有的资产，拢留到到我的手头。 林总啊，坦白讲啦，即摆恁正文较有值钱的所在哦，看起来嘛敢若像司令巴蒂的代理权尔，所以这个条件恁也是唔答应哦，安尼这条生意想要阁讲落去，就真困难啊。
件代志，我等去会找分局长谈。这是当然的啦，那呢，你也赶紧给阮消息咯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。阁是，吴总裁，上行总。是。唔免啦，再见。总裁啊，咱要开5亿甲买正文，阿要奈何啦？一年超过20亿减肥药的市场，这报销的利润吼，你用计算器算算，你嘛算会出来啦。当5亿是绝对算会好的，只是烦恼讲这行数难，是毋是好多从408里的代理权留咧正文当制造过来呢？三，这么早就准备饮烧酒要睡了。我心情不好，你别来吵我好不？跟爸爸说，是不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？我希望你收购正文，不过你若是把正文买下来，竟然就要走了，我还绝对不可能跟你验票合作。我现在感觉我进退两难。正贤无可能会因为我来接手正文集团，伊就来离开啦。因为伊对正文所付出的心血，比任何一个人搁较济。最后，伊一定会做出妥协，是只查条件安怎讲尔。啊，若是讲到谈判，爸爸上内行，正贤绝对毋是我的对手。我即马嘛只会当把希望放伫你的身上啊。希望你会当处理到两全其美，保全正文，卖当保全正贤。老三，爸爸即马就用予你答案，绝对无问题啦。对啦，邢素兰伊今仔有来找我。伊甲你讲介绍啊？伊嘛唔甘愿放弃正文啊，伊想要私底下找我借钱，帮助因老爸渡过这个难关。条件讲袂合，破局啊！啊，你是开什么条件？当然是开出对我上有利的条件。是讲条件讲袂合，已经破局啊，就无需要搁讲了啊。爸爸有约朋友咧外口见面，你唔通啉伤济酒，较早休困啊。嗯，过来。早早，毋总裁去找总诶，有找到无？希望伊家考卷了，结果会是好消息。若是总诶坚持要甲我开除哦，我也无可能对伊轻声细碎啦。即件代志本来就是伊毋对啊。要毋过咱嘛是爱体谅伊目前诶心情吧。我当然有想到即点啦，所以我即卖上烦恼诶，顶多毋是我家己诶问题。那呢，你是伫咧烦恼啥？我是伫咧烦恼总诶啦。一个人情绪无稳定的时阵，常常会做出一挂戆代志。若是伊今日还阁无转来上班，我一定会甲总裁建议报警。总诶，你来啊！黄明姐，你早顿食完未？嗯。敢会用陪我去见总裁？当然嘛会用你啊！大哥，不你慢慢吃吼。后面有话好好讲。黄文姐，我认为我应该慎重甲你回家洗的，请你原谅我。昨个代志，我拢是有口无心。哎，总诶，无需要这么认真啦。你伫美国拄到遐尼济代志。回来雄雄看到老文聪，情绪难免失去控制啦。你的心情我会当谅解，我要哪敢搁甲你计较啦？总裁，我咧人生上哪有熟悉的所在，请总裁处置。何必这样都原谅你啊？看嘛，别搁追究。我干那希望刷落来，你会当好好控制家己的情绪就好。我尽量控制，嘛请大家继续给我提醒。别再给我做不对的事。
好啦，代志都过去啊，咱赶快回来原来的问题。怎？第一件我要提醒你的代志，就是赶紧甲彭总裁参详买卖正文的代志，紧甲集中着，回到美国救恁爸爸。其实我并无打算要卖予彭平。什么原因啊？总嘞，敢讲你有搁较好的买主性，是有别人想要买啦。不过等下条件拢讲定了后，我才甲大家讲。洪玲姐啊，麻烦你请老文聪去我的办公室一坐。总嘞，底下是坚持要将老文聪开除，是不是？总裁，你放心啦，我已经想通啊。我认为我应该甲老文聪回一下私底，让伊安心啊，继续留在公司做工作。洪玲。结果安怎？我早就约着啦。伊总会个性，你若无先向伊道歉，伊是袂原谅你啦。你约唔对啊，是伊甲我道歉。伊向你道歉？你的意思是讲，伊要收回开除你的人事命令？洪明，你是要搞假惺惺啦？这个时阵，搁在搞公孙笑？两位经理好早，恁两位啊，啊七早八早，又搁要来冤家是无？阿勇啊，你着甲因讲，我今日是来要创啥？两位，阮今日来是要甲收购正文的条件，甲恁行总啊讲个好势啊，啊就是讲哦，真有可能阮总裁就是恁新的头家啦。妈，你真是要收购正文？大强啊，啊你现在感觉这么意外？你应该感觉真欢喜才对啊！啊，他当初时吼，我可肯恁甲我斗相共啦。啊，恁拒绝我，也不过这世间的代志就是真歹讲。我嘛是会当真顺利将正文买落来。我希望吼，恁会当甲较早同款坚持要留下正文啦。也不过恁放心，我吼过去的代志拢会甲放袂记，而且我保证，我绝对袂亏待恁的啦。歹势啊，阮甲恁行总还佫有真侪细节要讲啊。啊，若是有甚物好消息咯，阮才甲恁通知哈。总有要甲正文卖互因，这边哪有可能啊？我妈妈应该嘛买袂起啦。老文聪，真歹势啦。之前我是有较激动，请你唔通见怪。无啦，总诶，啊你唔通遮尔啊客气啦。啊，大家若是会当连面接受我，我嘛感觉足奇怪啊。啊是讲总诶，这段时间也无伫咧台湾，啊发生遮尔啊侪代志，你我无啥了解啦。啊，你有安尼反应吼，是正常诶啊。既然想要重新做人，就爱好好拍拼。无听到无偌久，总经理这个位置就爱让你坐啊。哎，无啦，总诶，啊你唔通安尼讲啦。我绝对唔敢小心的。不要紧啦，规定我真紧就甲这间公司无关系，嘛无可能搁坐这个位置。我都唔相信你无想要赶紧爬起，你就莫遐尔客气，连去无用你。是，总理。马文聪，啊你哪里去啊？孩子，我来无用啦。行总啊，啊老文聪哪会出现伫恁公司啊？伊是阮正文的业务员，上班时间出现在公司，哪有啥物通好奇怪？伊即摆伫恁遮食头路，是有影无啊？有影无影，甲恁拢无关系啦。李总裁，恁来找我要创啥？行总的啊，啊我伫咧想讲吼，阮要收购正文的代志，唔知你考虑了安怎，啊决定好啊未啊？今早吼，予你走一逝去阮公司吼，实在是足失礼啦。啊，这礼貌上吼，我嘛应该过来一逝才对。李总裁，讲话免遐尼啊客气啦。在咱代志还袂讲定进前，我无希望予正文的员工知影，那安尼我也真歹做人。所以拜托恁，莫阁来找我啦。
我若是决定好啊，自然就会甲恁联络。但既然是安尼，啊无吼，我就等下等你的好消息啦。吴总裁啊，你这么赶紧坐入来，是有甚么要紧的代志？哦，无啦，啊，我着知影讲你去找邢素兰吼，啊，要讲买证文的代志啦。啊，拄仔着看恁倒来，所以我过来关心一下啦。啊，但毋知影啊，邢素兰伊是答应袂无？啊，你哪会这么关心这件代志啊？哦，啊，讲实在啦，总裁，我嘛真希望吼，你把证文买起来啊，安尼吼。我这个副总裁呢，就当名正言顺的呢，代表你哦去接受正文，做一个正文的哦总裁，安尼唔则真少做扬眉吐气。一来我当顶一个威风，二来哦我当好好将遐唔捌世事下骹手的哦，甲教训一下。李主任啊，当你下面嘛好精神啊，你唔通袂记呢？当初时，你是早进门的宣传机密来投靠我，我才让你做副总裁哦。啊，但这件收购进门的代志，你是有啥物功劳？你谁哪会认为讲我会让你去接管啊？老实跟你讲啦，我若是有法度从进门买落来，我会派牛弟做去接管，我嘛会让伊做进门的新总裁。啊？啊，你哪有道理啦？伊只不过是我的助理呢。上济嘛是替我去正文做一下副总裁，啊，哪有迄个道理讲要跳过我安尼莫名其妙甲升做总裁？安尼敢对？敢有啥物唔对？阮翁阿婆一人管一边，是唔对伫啥物所在啊？恁翁阿婆无唔对啊！我甲总裁已经决定，最近就要正式结婚啊！恁要结婚？